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。这个影片想要分享在玩七弹三的时候怎么样进入别人的私人的房间，或者是我在开直播的时候怎么样进入我的私人房间。那进入房间的方法很简单，你就到大厅里面，你可以在城镇里面的这边走进去就是大厅，你可以这样进去大厅，或者是你可以按 X 然后直接选大厅也可以。如果我在直播的时候我会开私人的房间，如果你是我的好友的话，你就可以到大厅的这个地方，然后你选私人比赛，选到私人比赛以后你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我的名字，那你就点我的名字。如果我有开房间，我有设密码的话，你点进去需要输入密码，那进入房间输入密码以后，你就可以加入我的房间跟我一起玩七弹了。那以上就是我直播的时候加入我房间的方法，或是你想要加入别人的私人房间的方法，希望对大家玩游戏会有帮助。我是魏伟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